清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三月期指今天出现个开低走高的盘势，中场现货上涨74点，三月期指上涨了59点。那么大盘呢？从2月15号新春开盘到现在啊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一下这个行情哦。这个盘从2月15号啊到现在，今天3月1号啊，其实盘一直表现的都不错。哦，那今天的当冲行情也表现得不错，所以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呢，我们要来分析两种专业操作模组，哪两种专业操作模组？第一个，它叫做期指的当冲操作；那第二个呢，它叫做期指的波段操作。我想呢，不管是当冲或波段，都有很多参与期货市场投资朋友有在操作。那不管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话，哈，今天的节目会绝对非常的精彩。因为在今天的行情里面，我相信一定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很多人看到行情，可是却没有赚到钱。哦，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先来讲这个当冲哦，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波段行情哦。我们先首先看一下，复习一下今天这个整个当冲行情。其实今天你说行情区间大不大？还蛮大的哦，有124点哦。最低它叫8360，在9点25分出现；最高它叫8484，在12点45分出现。好，这是今天的整个当冲行情。我们可以看到哦，这个区间蛮大的哦。对当冲的投资朋友来说啊，其实今天机会还算蛮多的，而且还蛮大的哦，这第一点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波段行情啊，波段行情我们从2月15号新春开盘到现在，它总共上涨了几点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哦。这个是整个咧，从2月15号到今天我所抓下来的这个大盘现货的一个加权指数的走势图啊。各位，从2月15号到今天3月1号啊，这个大盘啊，导播这边要拉近一下，2月15号那一天的最低现货最低它叫7953点，哦，7953点，来到了今天整个拉远没关系，哦，今天多少？今天收多少？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叫8485，大盘从7953大涨到今天8485啊，总共大涨了532点，所有参与期货市场的人都看到了行情，但是重点来了，是不是每个人都吃到行情？我想这个是我今天要很认真来问大家的一个问题，不管是当冲也好，像当冲今天大家也都看到有124点的区间啊，你看到有这样的行情啊，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吃到行情，你有没有吃到，你有没有赢到，这才是重点。而现货从这个2月15号到现在也涨了532点，大家都看到了行情，问题是你吃到了行情了没有？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整个节目的一个重点哦，不管是当冲或波段，我今天要给各位分享的一个节目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是当冲操作也好，波段操作也好，只要是期指的操作，不管当冲波段，它的逻辑呀，它的逻辑呀，拢赶快操作的逻辑都一样哦，不会说因为它是当冲或波段而有所不同。那到底什么样的逻辑一样？我想今天这两种操作方式我都会来为各位做介绍哦。那么各位试着想想看，从2月15号到现在啊，已经涨了500多点，今天的期指的行情区间有100多点，很多人虽然看到了行情，可是不见得赢到了行情，甚至有些呢还赔到了钱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各位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这样。各位，不管是当冲或波段操作，为什么你会受伤？为什么你没赢到，而且你还是受伤的那一位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？我说过了，不管是当冲或波段，这个道理都一样。你只要任何一个操作，它的切入点位不对，你就会面临停损的问题。你只要停损出场，它就代表受伤了，合理吧？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接受吧？切入的点位不对，你就要面对停损。你只要停损出场，你就受伤了。所以重点是，投资朋友，这一波行情从2月15号到现在，以及今天的行情，你又没赢到的话，你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提高胜率？这个是我想你要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哦。那么我想参与期货市场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赢家，对不对？成为赢家，他绝对有他的方法在。这个方法是什么？各位，到底该怎么做，你才会赢得很习惯？我说这个关键点啊，就在于你切入的点位要对。然后你做波段也好，你做当冲也好，你切入的点位只要不对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你就会面对停损的问题。那停损了，你就会受伤。哦，所以要怎么样提高胜率？当然切入的点位要对啊。所以要怎么做？第一个，你当然要跟着棋王的脚步走。再不然，你要我把我这套研发出来的仙人指路的实战系统把它给带回去，把这两件事情做好，不管当冲波段，你都会做得下下叫。
老师真的还假的，你不要吹牛呢，真的还假的，我一定会一笔一笔的拿扣讯拿证据给各位看。我们先从今天的当冲行情来讲起，今天的当冲行情要怎么做？我说每天都一样，在低点做多，在高点放空，就是每天的当冲标准答案。那重点是要怎么样事先的知道低点在哪，高点在哪，这就是学问嘛，这就是一门艺术嘛。所以我说为什么你要把我研发出来这一套系统给带回去，它是有逻辑的。什么样的逻辑？我们开始来看哦。如果你今天又拥有了曾老师这一套系统，它叫仙人指路实战的系统的一个2015年的精装版的话，各位你今天该怎么做？我们开始来进入我们的实战操作咯。如果你是我这一套系统的用户的话，一样的道理，每天我都在重复告诉你，用我这一套软体，你完完全全不用做任何的试驾单，像今天也一样，你只要使用我这一套系统，你就请注意，不用操作任何试驾单，今天完全不操作试驾单，你只要按照我们仙人指路在8:46它规划出来的压力点，你去做放空的动作，然后呢，支撑点你就去做多，那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你把停损设好25就可以了。我说每天棋子啊，当冲输赢的关键啊，就是在于转折，什么点位切入会决定你的成败，只要能够抓到高低转折，你根本就不用试驾冲来冲去，你可以气定神闲，而且以逸待劳，在8:46完完全全就攻略的当冲。就像今天要怎么做，各位今天的棋子的当冲开盘价多少，来请导播拉近，它叫8372，然后开完盘之后它开始上下震荡洗刷，非常的剧烈，这个我们早盘都知道。问题是在开盘之后，各位你知道我们的系统用户收到什么讯息吗？就在今天8:46，系统用户讯息出现了。3月1号8:46，今天的低点预判，参考地线转折支撑位置在8359上下两点。各位你们看到上下两点，请预挂这些点位在这附近，就可以直接进场去做多了，并且把停损设好25停损。所以使用我们这套系统，在8:46，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，预先挂单，然后呢等价位来。就像今天，你只要在今天开盘的1分钟收到简讯之后，你马上去预挂8361多单进场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做多的一个点位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那为了怕我们的系统用户不是很清楚我们这套系统的用法，我除了在8:46告诉他们在8361多单进场之外，过2分钟之后我再度提醒哦。我提醒什么？软体用户请注意哦，你按照我们这套系统地线转折支撑做多的时候，我们写的是8359上下两点，对不对？那我特别告诉他们，只要是在8357到8361这个区间啊，在这些区间里面啊，我很清楚的告诉他们都是属于买点啊。所以8:48我再次提醒会员，提醒他们什么？只要是在8357到8361它都是买点。那我请问各位一件事情哦，如果在今天的当冲行情里面，你能够在8361进场去做多的话，今天最低它叫8360，如果在今天的行情你能够在8361去做一个多单的话，你想要不赢是不是都很困难？各位你自己去想，如果你今天有幸在8361，以今天的当冲行情来说，你能够在这个点位切入去做多的话，你是不是想不赢都很困难？好，这边做多了，那做多停利看什么？看压力嘛，我们的当冲不就是这么做吗？每天都是压力支撑，压力支撑，做多停利看压力，这个压力要不要猜？不用猜呢。8:46，我说了，我们这一套系统好用在什么地方？在8:46，所有的当冲行情啊，全部都一手掌握，完全规划。8:46，我们的系统就告诉你预挂做空8465，而且停损上限它叫8490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一笔单啊，绝对能够成交，而且重点是它不会打到我们的停损8490，对吧？没错吧？最高8484嘛，我们的停损设在哪里？8490嘛，抓25嘛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开始来看哦。做多停利看压力哦，做多停利看压力，8361做多，来到8465把它出掉，这一笔单啊就大涨了208，接着8465空单进场，又是两口大台子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这个空单进场之后到12:10啊，我告诉我们会员朋友，你要是做当冲的话，12:10我就告诉他们可以不用做了，所有的转折点的一个起止部位，只要没有触及25的一个停损啊，一律怎样？因为做当冲哦，当冲你就收盘价出掉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切入的点位，你只要对了，每天的当冲行情你都会下下叫。像今天，如果你能在8361去做多，然后8465你把它出掉，这光这一笔单啊，
我相信你就开心的不得了，因为一笔单就大涨了208点。那接着谁说今天不能放空？今天指数虽然很强，但是你只要切入的点位漂亮的话，你到收盘还有34点的空间，不是吗？各位，86放空来到收盘价，你把它出掉，两口单是不是也跌了34点？那这一多一空，两笔单是不是总共涨跌242点？各位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做？当冲是不是就是这样做？收完盘你就发现，好像真的就像曾老师做的一样嘛。只要在今天的低点去切入做多，来到高点把它出掉，就涨了208点。接着高点呢，多单出掉之后再去放空，然后来到收盘再出掉，是不是跌了34点？各用两口单下去做，各用两口单下去计算，它共计涨跌242点。好，这个是当冲的部分。我们接着赶快来看一下这个波段操作。我说这个波段行情啊，从2月15号到现在啊，足足涨了532点，对不对？大盘从7953大涨到今天嘛，848涨了532点，很多人都看到行情，可以说每个都看到，但是不见得每个都吃到哦。很多人甚至于还被嘎空到现在哦。那我是怎么做的？各位，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月25号，我说当冲跟波段都一样，这个切入的点位啊，一定要漂亮，要不然波段单你照样看得到吃不到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请你看一下我怎么做。各位，这2月25号哦。上个礼拜四的事情哦，上个礼拜四的事情，高低区间有104点，在当天的行情里面，我请我们的波段会员，你有没有看到齐波来？波段会员哦，开始来看哦，波段单，三月期指目前价位在8284附近，收到讯息时完全不理会价位，我请他们试价直接进场做多，然后我请他们至少做两口大台子，接着我请他们设25点停损，我说亚洲期网啊，我不但当冲也做。波段单我也跟着做，哦，在2月25号那一天，我们布局的这一笔波段多单，我们耐心的来看，进场之后，我们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，好，这9:12哦，请导播拉近，8284嘛，我请会员直接试驾做嘛，来到9:13，是不是8281穿价成交？那穿价成交完毕之后，各位当天有空去回顾一下我的节目，我在当天告诉各位，我们多单流仓，为什么流仓？我们的波段单的操作方式，只要切入的点位正确。有50点的价差，我们会先出一半，剩下的一半部位看收盘，收盘持续有超过50点的价差，我们就会留仓续报。来到了2月26号，就是上个礼拜五，连续假期的前一天，各位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？以各位你的操作来看，如果在上个礼拜五来前假的那一天，连假的前一天，请拉近。如果你也做波段单的话，你在这个8416切进去做，今天是不是可以赚钱？没错吧？但是我敢讲，你会因为切入的点位不对，你根本看不到今天的行情。怎么说？上个礼拜你如果在8416切入做多，那这些戏啊，这一杀杀下来105点呢，你一定会被洗出场的嘛，你的波段单一定会被洗走的嘛。所以我刚刚讲的，不管是波段或者是这个当冲龙赶换，切入的点位要对嘛。切入的点位你只要不对的话，你纵使方向对了，像今天最高是不是来到8484？但是你在上个礼拜8416去做多的话，我敢讲，你在2月26号那一天就已经阵亡了。你哪会看得到今天？但是曾荫杰的操作为什么不会被洗掉？你看这个8284哦，我们那一天2月25号做完是不是流仓？流仓之后，你看一下这个隔天2月26号最低8311，还是比我们的成本高哎。这个最低价竟然还比我们的成本还高，代表我们的多单还是很安全。于是，在2月26号那一天，来，这个是2月26号。波段会员，我要分享全部给会员。目前手上还有一笔的8284的波段多单啊，我告诉会员朋友啊，只要今天收盘，当时是2月26号，高于8334，我们就会流仓续报。本波行情3月期指结算有机会挑战这个数字，我暂时不公布。好，我暂时不公布多单的满足点啊。我在2月26号那一天我有预告会员，8284的波段多单我们续报当中，因为目标价还没到。所以在当天2月26号，我们都知道收盘价它叫8391。其实这笔多单我们还是继续报哦，好，继续报哦。8284做多，8391流收盘流仓一口，大涨107点。来到了今天，各位，我说的点位要漂亮，就是这个逻辑。你看哦，很多人在上个礼拜五啊，在8400以上去做多，你说他错吗？其实他没有错啊，因为今天最高还来到8484啊。但是为什么你会看不到今天？因为你切入点位不对。哦，在这一天你就阵亡了，哦，上个礼拜五，因为他这一洗就洗了100多点，几乎所有人一定阵亡。
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会阵亡？因为我们买在8284啊，我们买的点位够漂亮、够低啊，切入的够漂亮啊，所以大涨107点，还能够续报到今天。来，今天3月1号喽，我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，波段会员8284以及所有的多单部位，只要任何一笔价差持续有超过多少50点以上，我们今天就留仓续报不动，否则怎样？我们收盘价就给它出掉。本波行情我看多到这个点位不变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各位啊，这一波多头行情啊，曾老师看到了，我们的家族成员也吃到了，哦，看到也吃到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多？8284，这个8284我们多单目前续报当中，今天收8448，目前大涨164点，抱牢不动。各位讲了这两段操作，一个叫当中，一个叫波段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是不是如同曾老师所讲的，任何一个操作它的逻辑都一样？当中波段，你切入的点位要够漂亮，哦，切入的点位要够漂亮，你才能够嘞，快快乐乐的战胜市场。所以说这一波行情啊，很多人都以为我只会做当中，不对。今天就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，各位买在起涨底部，空在起跌头部，波段行情，亚洲棋王帮你规划。中场的资讯很重要，如果你有兴趣跟上我们的脚步来操作波段单的话，请你善加把握利用中场资讯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。倒着喷也 OK 哦，我喷到芭比啊，给我草本驱蚊系列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为了帮助全国的投资朋友，除了当冲操作之外，曾老师即日起也开始带领各位来操作期指波段单。期指波段班，期指波段班，波段行情做对会留仓，波段行情做对会留仓，只要抓对方向，肯定一波爆到底。抓对方向，肯定一波爆到底。所有的讯息带进带出，停利停损一定清楚明确，停利停损一定清楚明确。今天给各位一个开心价，给各位一个开心价，抢得先机，新牙加共。现在立刻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哇，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 Q 弹？因为我有沙拉沙拉水茉莉，日本专利玻尿酸，洗澡就像敷面膜，超水美肌，天天谈恋爱。真的好看，沙拉沙拉水魔力沐浴乳。大波段行情你总是看得到却吃不到吗？棋王曾老师棋指波段班，帮你掌握大波段行情，不是做错一直报，而是做对才续报。要赢就要大波段，要赢更要有方法。现在来电立即享受优惠，保证满意惊喜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哎，奶酪妹 ，QQ， 红豆哥，香香 ，QQ， 香香，香香配 QQ， 爱之味奶酪红豆，香 Q much much， 甜蜜的邂逅，爱之味奶酪红豆，爱之味。棋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，每日一定出手；二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，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谢谢你这么用心熬红豆水照顾我。精选万丹红豆，自然食材，先煮后焖。浓浓红豆香，水当当好气色。万丹红红豆水。大波段行情你总是看得到却吃不到吗？棋王曾老师棋指波段班，帮你掌握大波段行情，不是做错一直报，而是做对才续报。要赢就要大波段，要赢更要有方法。现在来电立即享受优惠，保证满意惊喜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
别让身体不开心，潘怀忠告诉你，买染发霜先看清标示，566染发霜没有化学成分 PPD， 有天然小麦蛋白，变笑脸，有好无歹，很开心哦，唔难话啦。喊温莫朋友马龙勇566，欢迎你也一起乌溜溜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很多投资朋友都以为啊，这个当冲的做法跟波段的做法不太一样，其实哪会不一样啊？它的逻辑啊，它的思维都一样，怎么样一样？不管是当冲或者是波段啊，棋子的操作啦，它逻辑永远都一样，怎么样一样？第一个，你想要成为赢家，方向一定要对；第二个，你想要成为赢家，切入的点位也要对。不但方向要对，这个点位啊也很重要。其实点位比方向还要来的重要。有时候你方向对了，可是你点位不漂亮，你看不到后面的行情。为什么？你会面对停损的问题啊，你会被洗掉啊。那像今天的行情，各位，如果你来到了这个8484才去做多，各位怎么可能赚得到钱？是不是这样说？所以说今天这个关键的一个当冲啊或波段啊都一样，这个切入的点位要对。那今天要怎么做？我说有一套系统，你自然会节省很多力气。像今天各位开盘2分钟3分钟，8:48来，请导播拉近。我还特别的千叮咛万交代，告诉我们的这个软体用户，按照我们这一套系统的支撑做多的时候，这个8359它虽然告诉你上下两点，但是8357到8361啊，在这个区间里面啊都是属于买点。所以你说今天8361你能不能切入去做多？当然是可以啊，我们系统都写得这么清楚了，你想要不赢都很难。那做多完之后你说做空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这个都是切入点位的问题啊，不是在于做多或做空的问题啊。你说目前在多头行情真的不能做空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只要切入点位对，各位到收盘还是要有34点的空间，不是吗？哦，只做当冲的话啦，哦，当然这个空单我不建议留仓，为什么？因为目前整个大方向，我刚刚在上半段已经告诉各位，这个多头的满足点还没来，还没来啦，哦，所以说这波行情啊，各位很多人看到500多点的行情啊，看到了、啊，看到是看到了，可是没有吃到，不但没有吃到啊，各位还一路被嘎空到现在。那个8000点放空的啊，8100放空的啊，到现在还不认错的啊，越赔越多，哦，那这一波行情我们有没有做波段单？各位，刚刚你看到了，有空回去看一下我2月25号的节目，2月25号节目我已经很清楚的在电视上告诉各位，我们有建立这个波段单，导播拉近，波段单嘛，那建立完毕之后，各位上个礼拜我们有留仓，这个你只要是我的会员朋友，我电视上讲的有虚伪造假的话，来找我，我负责到底。有没有叫你留仓这个讯息啊？绝对欢迎各位来查询。哦，波段会员，哦，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有没有叫你留仓？我讯息绝对很明确的告诉你们。哦，高于8334就要留仓。那这个留仓之后呢？各位，你发现了什么？你看这一波行情哦，我们讲一句认真的啦。这一波行情这个8284啊，在这个地方做多啊，你上个礼拜五啊，你才可以平安过关。为什么？上个礼拜五最低它杀到8311嘛。你说你看这个行情看多，你没有看错，但是在上个礼拜五啊，如果你跑去在8400以上做多的话，你肯定会被洗出场嘛？为什么？因为上个礼拜它从8416，我们刚刚都知道这个行情从它从上个礼拜它从8416，它是整个杀下来到8311再弹上去嘛？那纵使你这个8416以今天来看你是对的，你是对的哦，但是在这一天其实你已经阵亡了。各位，你现在听我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一直很重视的是什么？棋子的操作啊，你记住一件事情，你若想要赢吼，各位，你若真正唔把你规矩，你就对得着人好啊，你嘛唔免了解遐多，方向一定要对，切入点位也一定要对，这个逻辑都一样。你看我们在8284切入去做多，这一天会不会被洗掉？怎么可能会被洗掉？这个最低值来到这里吧，连我们的成本都碰不到，怎么洗得掉？对不对？所以来到今天，你看看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动如山，抱得这么安全？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这个8284的多单有50点的价差，我们已经先入袋一半了，对吧？有50点入袋一半之后，剩下的只要它没有回成本，我就不管它了嘛，我这样就不怕被洗掉了。各位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样就有筹码了嘛。所以这个是做法的问题，哦，这是做法的问题，哦，抱牢不动，目前抱牢不动。
所以我说啊，很多人都以为说这现在到底要做多还做空，不对。我说你点位只要不对就是停损，好，管你做多做空。所以在什么点位切入决定你操作的成败啊。所以呢，在过去可能投资朋友你对我的印象都认为我只会做当中，不对。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这个波段单啊，我们也有会员在做哦，买在起涨底部，空在起跌底部，波段行情怎么做？中场的资讯我会告诉你怎么做，欢迎有兴趣的善加把握利用。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？古盛绿咖喱新上市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为了帮助更多投资朋友，除了棋子的当冲操作，曾老师现在也开始带领投资朋友操作棋子波段单，即日起成立了棋子波段班，波段行情做对流仓，抓对方向，一定一波爆到底，停利停损，带进带出一定清楚明确。今天给各位一个开心价，除了当冲之外，我们现在也开始操作棋子波段单，棋子波段班就是为了棋子波段操作投资朋友量身定做，抢得先机先赢再说。现在立刻来电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外面下大雪，肌肤也在下小雪，神奇润蓬蓬香玉乳，新乳木果油配方。完美水润，变身白雪公主，神级润上市 ，nice 蓬蓬。什么？一笔负担多元享受？什么？一笔负担多元享受？秦王曾老师，棋子特别会员，期权操盘软体选择权特别班，今天来电，保证让您开心满意，保证物超所值，问了就知道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夏恩英语100%外师授课，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，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，全国分校招生中。齐王团队齐国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成家让我变成一家之主，从此一切以家人为主。欧洲年度最佳 MPV Citroen Grand C4 Picasso。Citroen。什么？一笔负担多元享受？什么？一笔负担多元享受？秦王曾老师，棋子特别会员，期权操盘软体选择权特别班，今天来电，保证让您开心满意，保证。